咁樣睇法，而家關心嘅係邊部分解決咩疑慮嘅啫？有兩個關心點嘅啫，一個關心點就係到底梁振英嘅女兒啊，這個今次嘅事件到底有冇影響到飛行嘅安全嘅問題？因為一開始嘅時候有啲工會嘅代表話啊唔得啊，我卅年都未見過啊，有啲話唔係啊，我嚟講咧就一周三四次噶啦，呢點。咁我覺得機管局俾翻依一個嘅聲明嚟講，或者嘅個詳細情況咧，我睇落去咧喺件事件嘅處理之中咧，係冇影響到機場嘅保安依個飛機嘅依個安全。第二個風險咧就係、是、第二個咧就係、是、有使用特權嘅問題，佢所顯示分支，我亦睇唔到話。是一個特首就用他說我有職權啊，你要幫我搞定他，那看來他沒有做到。